坏的叔叔。OK， 今天等一下去看一下南投，南投就是在台南安平之前每年都会办，那他接下来由每个不同的街区去做主办的动作。那去年跟前几年，去年在新美街，前年在振兴街，那今年他们到了友爱街，所以现在没什么太阳，那我们就去友爱街看一下吧。你干嘛？小二，你下一卡包包，撑过了一箱啤酒的考验，弄个头卡。好，这是今天简单记录一下。那蛮有趣的是，它这边分成了三段，那这边有一段，然后后面第二段、第三段这样子。那舞台区居然是横的，一般来说如果路是直的的话，它会是直的，你们可以容纳比较多人，可是它这次是横的，所以这也是蛮妙的一个点。那这边的话也是一个帐篷的区域，但是可能我来的比较晚，不晓得说它现在这边原本卖的是什么，还是什么样子的市集。 HS3 夜晚的表现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，现在其实这边就只有路灯而已。好，然后今天顺便测试一下 ISO 的部分设定哦，因为之前设定不太知道用 N 模式还是光圈先决，所以导致有些时候晚上噪点还会很多。那我今天一样是用 S-Log3 去录的，那光圈 2.8 快满1/50秒，我录的是24帧，那 ISO 我是让它自动，那最高到12800，因为会走一些背景比较亮的部分，所以 ISO 的部分我设自动。那因为之前是白天的状况下，它的 ISO 固定的状况下，它的快门数会变得太快，所以就可能要装减光镜了。那今天就顺便刚好有南吼的活动，所以就来这边稍微的看一下、逛一下，那测试一下 HS3 晚上的高感表现。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我是 Fire 坏的叔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肉肉在外面，来，肉肉来，肉肉，肉肉。我现在是真的越好的朋友了，是吧？肉肉，嗨。我们刚刚吃了很多好吃的，然后自己跑上去，对。他上次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给你吃，不是给肉肉吃了，这个好，给我吃。对。但是已经超熟的台湾族，他们那边跟我说，他们最早应该是平地的，但是就是随着这些福建人就移民过来，然后开始在平地上就。他们很棒啊，他们很好玩，漂亮。对啊，就是那个文化，对，还是然后对。台湾很漂亮。对，回来的时候遇到肉肉，他在外面散步，然后刚好就过来了。好了，回家了，肉肉，回家喽。太热，这样要留在这里，他知道总是会有一些想吃。柔柔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回家了，拜拜。爸爸要忙了，要赶快了，拜拜。